将军马沙沟社区发展协会为了推动在地深度旅游，甲台南市马沙沟观光休闲协会、台湾观光休闲产业联盟协会等等地方团体，打造了可怜人休闲园区。今日上午举行开幕典礼。这个观光休闲园区的开幕，会当来带动到马沙沟的观光、农业业的发展。马沙沟的观光吼，有足多好的所在啦。咱有这个吼。滨海这个海水浴场吼，啊有将军渔港，有马沙沟三 D 彩绘村吼，啊风景非常的水。今年民众旅游形态改变，更加介意就是游艇、是龙舟坐顶顶，所以设立了休闲园区，就是希望游客伫咧马沙沟会使停留更加长的时间。我的书房呐、就创办人哦，伊是足认真，哎足拍拼，足骨力的一个少年人哦，他致力于我们马沙沟这个地区的。繁荣啊，我非常感谢他，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将军区有的特色或者亮点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将军区游玩。全新的观光模式提供限额啊 DIY 甲在地摄入行程点行程，不管是团体或者是家庭，都会使来到这游览。因为成立这个石龙场域的一个教育区，那未来呢可以来让更多的学者或是学生或是这个石龙教育的一些业者，他们可以来这边来享受最深度的一个旅游。未来地方也将会跟云嘉南宏观处以及市府还有劳动部等等机关共同努力，打造不同的马沙沟度假胜地。南投新闻台吴春长将军采访报道。